我是霸主，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恐龙时代，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。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，集齐三块上古神器便可启动传送之源，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。今天早上的天气好奇怪呀，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的。昨天可是把我累得够呛，累就算了，最后还让风神翼龙给跑了。不过好在也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，好歹我还拿了一个霸王龙蛋呢，就算给我自己烤来吃，我也能吃上两天。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亲手将它喂给风神翼龙。对了，说到这儿我才想起来，今天我还有任务呢，快起来出来看看。哇，不出我所料，果然今天还是有风神翼龙出现在这里。哇塞，今天居然比昨天还要多，而且离我家还这么近。林峰，我们追上去，看他的飞行速度便知道他应该快撑不住了，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别让他跑了。瞄准射击，嘿嘿，没射中，嘿，再瞄准一点，嘿，太棒了，他好像已经晕了，干得漂亮。走，我们下去找他。大概应该就在这块地方，看到了。哇，好大一只，颜色也非常漂亮。接下来只差最后一步了。林峰，把蛋拿给我。哇，他起来了，他已经成功被我驯服了。风神，跟我走吧。
今天要好好的犒劳一下大家，也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。OK， 肉已经做好了，林峰，辛苦了。大家来集合了，今天我们饱餐一顿，来吧。风神，过来，你的胃口大，给你留了份大块的。吃到了美味的霸王龙肉，风神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都休息吧。为了捕捉风神一龙，整整耗费了我两天的时间，过程中有过危险，有过失败，虽然已经筋疲力竭了，但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有了风神一龙，我想离打败玉母蜘蛛又近了一大步。晚安啦，做个好梦吧。